台语就是新闻。有闲卡来阮兜坐。南山呢？爱拼才会赢，因为阮某叫新闻，代表哦，咱台湾人足重的人情味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就是咱的林前的隐身。啊，阑珊的阑就是尾巴的意思，珊是珊瑚火红的意思，会发出一些微微暗的光。以前的林前是碎银子，啊，所以用阑珊啊来讲述那种碎银子会发出一点点余光、暧昧的光，隐身为林前。知无？当初是我去澳洲打工的时阵呢。找无头路，钱阁开袂了，行返去厝因，感觉心情真郁卒。行一行，我就想着一条歌，家己唱唱，感觉讲，较有精神嘛。因为上水的是台语。